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梦想都不太一样，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梦想是不必要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梦想是跟濒死的自己聊天的时候，谈到最想做的那件事，那对我来说就是梦想。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是2015年巴黎旅行的时候。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体验。我记得那次我在巴黎的地铁车上不小心睡着，到站的时候发现车门已经快关上，我就冲出去，结果没想到我的后背包被车门夹住，我当下完全动弹不得，车子就发动了，我整个人就挂在车厢外一起被带着走，脚底悬空了好几秒，我不知道下一刻我会不会撞上月台末端的一些设备，但一切就在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我被一个陌生人踹了出去，然后我就掉到月台上。那时候我站起来，第一次感觉到活着是一个礼物，接下来的生命好像是赠品，是多的。在回去 hostel 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事情，好像在死亡的面前，一切会变得很清晰。也是那一刻，我决定要把接下来的人生活成是一件创作，然后才开启了我接下来的摄影跟创作计划。在这个被大量的资讯跟故事淹没的城市里面，我想要创造一个相对静谧的空间，让观者可以进去，宁静地倾听自己。观者在躺进棺材后，可以闭上双眼去看一段实验电影。闭上双眼，其实是可以看到画面，那些风景是来自于每个人的生命记忆。举例来说，里面有一段是，闭上眼后你会听到水声，然后感觉到波光粼粼的反射在眼皮上。虽然是同一段声光，但每个人看到的那条河流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人看到自己跟过世的小狗曾经在河边一起嬉戏的样子，有人看见失智的奶奶坐在老家门口等他。所以我觉得那个棺材像是一个底片盒子，里面装载着不同的人生风景。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摄影，只是把风景寄放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我原本都是在外面租借摄影棚创作，但是那种感觉很像是把创作跟生活分成两块。我一直觉得创作跟生活应该是一体的，因为像我有时候会梦到灵感，然后就会迫不及待醒来，希望赶快把它实验出一个小结果。所以我想把家的一部分转变成小型的实验摄影棚，让我可以去捕捉那些突如其来的灵感，然后让生活跟创作接近一点。我觉得每个空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像是把家跟摄影棚做结合，我觉得它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温度。有些创作它是比较私密跟亲近的，它需要摄影师、被摄者跟这个空间都达到一定程度的信任。我觉得其实空间也是需要被信任的，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实验一些比较私人或是需要深度了解双方的摄影计划。像我之前有一个声音显影计划，它是透过声音把被摄者带回某些记忆里的空间，去记录不曾见过的自己。像是我之前有拍过一个，他听到水声跟琴声，就会想起他溺毙、濒死的那一段身体经历，然后身心灵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但他从来没有以第三人称视角去观看那个当下的自己，所以才想透过声音显影去，回到那个当下，去把它记录下来，很像那些声音才是真正的导演。
然后被摄者的身体跟回忆成为主角，而唯一的观众就是被摄者未来的自己。我原本以为你们是比较专业、权威、冰冷的感觉，可是后来你们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器材控，或是很了解器材的朋友在聊天，像是你们会很诚实的跟我讲说哪些东西适合，哪些东西不适合。我觉得那一份亲近感是很好的。